好了，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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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都要收好，贴纸也要收好哦。好，好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的，好，哎，帮我把它移前进一点，移前进一点，你不能碰到嘛，对不对？重量不一样，重量不能让他发现，对。好，现在开始了，我要感应了。太好久哎！好猛啊！第一个没事，接下来是不会吧？好可怕！你不要那么快，你有什么？你不要一选然后就压下去，对啊，救你！我们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真的很担心哎。好，小姐，俏皮去帮他。请 Ken 哥帮我把顺序调换，纳豆转过来。纳豆也不知道。对，纳豆也不知道，报酬趁现在。来 ，Ken 哥来换。你不可以。到底这对搭档有没有心结呢？对 ，Ken 哥自己有带真衫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请转回来。完了，来，小心手借我。哎呦！那都是真的不知道，又害你这么紧张，我也紧张。你要干嘛？你去慢慢选哦，你想手就受伤。我最近脚才刚受完伤，你要让我手受伤，恐怖哎。阿 Ken 太会演了，那都我们会看不出来的。好。好，来，纳豆手借他。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真的慢一点。我要感应，我现在感应。你感应完要跟我们讲一下，不要马上就下去，拜托。你当然好，对啊。好，现在最艰难的任务，那我来做。不要，还是纳豆，对，还是纳豆了，纳豆。你现在要选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一下，确定是这个吗？纳豆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怎么。你不要，杜拜，你自己选，你自己去。三思而后行。这样都能猜到，大学生学会开天眼了吗？你要带来的魔术是？我要带来的是不可思议的。大学生了没？确定是这个吗？大洛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怎么。你不要，杜拜，你自己选，你自己去。三思而后行。我就知道了，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上次蕾蕾讲的那什么，就是括约肌收缩那个，有感觉哦，吓死了，真的怎么收缩？正确答案就在，拿起来，在这边，然后把它打开，确定那个剑山没有？这魔术好恐怖哦！对，但是还没结束哦。的那个贴纸，对，来，那都帮我把盒子打开。哎呦，是吗？真假的？所以这是我把信封，哎呦，拿起来。里面还有个信封。你们现在都跟股市大师很像。预测就是蓝色。太厉害了，他怎么办到的？为什么？你随便瞎选的。我不会选的，我真的没有跟他配合，我发誓。我也发誓，我没有配合你。哎呦，大家觉得杜拜表演很成功的，请按圈叉来。哇塞，厉害了哟！男人类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厉害，大远太逊了吧。等一下再给我一个
有平反的机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那个录完影再说哈。而且好像过关的可以得到你们的随身的一些魔术道具。没错，我今天送给他。我精心的准备了一个，这边一颗球，然后这个盒子。所以它四面都是坚固的，进不去嘛，对不对？是，非常坚固。仔细看，三、二、一，哎，哦，进去了。好，也恭喜我们这个杜拜得到这个魔术道具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第三位大学生魔术师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可乐。好，可乐，安插。可乐，你的老师应该就是杨佩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我老师，就是他。学了多久？那个时候学，他其实学很快。其实要跟大元比的话，他学一个小时而已。哦，应该快一个小时。可是他一直在反复在练习给我看。对啊。好，你要带来的魔术是？我要带来的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力。接下来，首先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扑克牌的魔术。哎，打不开哦。哎呦，哇，好厉害！开始魔术哦。那先让各位大学生还有电视前面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花色哦。其实桃姐姐可以检查一下。哇，手好大。都有一样。OK OK。都有哦，都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想请桃姐可能还是我已经没手了，对，不好意思。桃姐帮我从这里面选一张，对。然后嘞？然后哎，不要让我看到，不要让我看到，不要让大家看到。我都没看到。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。你眼睛闭起来。眼睛闭起来。眼睛闭起来。好 ，OK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基本上既然我今天身为魔术师呢，一定要准备像这种小道具。好，为了证明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张牌，我想请桃子也在上面签个名。新版字。签好了要给镜头看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哎，已经签好了。好像好像，好好好。好 ，OK 吗？要还给你吗？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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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放到这上面来。好好。为什么觉得这魔术变不太而已？好，那些牌也放到上面来。放到这上面。好，先切牌，先切个牌。然后呢，我想请这一半，可能纳豆哥帮我洗一下。那这一半呢？对，我自己洗。那这一半呢？可能交给你洗。我洗。请天哥帮我洗。对，怎么洗都可以乱洗。真的哦，我们真的很乱哦。我给你难题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通常这个一般电视节目呢，到这个时候已经魔术师用他神奇的手指，可能要猜出刚才那张牌了。哦，可是，在大学生这个节目呢，是并不一样。为了增加这个魔术的难度呢，我刚刚从就是我们的后台的垃圾桶捡起来一个透明的纸袋。哦，应该我记得好像是好像刚大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，忘记了。哦，反正对，反正就是一个透明的塑胶袋。那我想请纳豆哥帮我检查一下，看这个塑胶袋。你干嘛？因为大爷来，那是大爷的呕吐袋。好，这个塑料袋是没有问题的哦。好，好的。首先呢，我就要把我刚才的这第一副牌，我就先放进去，对，先放进去。好，然后不假他人之手，我想请刚才帮我洗牌的两位帮我一起把牌放进去。哦，好，一起。一起吗？连这都不能看。哎呦。好好，那接下来呢？